最破的歇脚饭店，没有招牌，全凭这个大门进入。在这里没有黑丝靓妹，只有13个中年大妈，却在开封火得一塌糊涂。但凡逢佳节，一天可出800碗，平均每天要出200多碗。据当地老人讲述，老板还赐予专人宝座应寿，掌管三郡21州，监管诸侯车马，便于万策。吃的有开封灌汤包、大兴街牌扣碗，全程沿用53年前手工技艺，一天可包2000个薄皮大馅儿，18个褶，随吃随蒸，手法粗犷，猪肉大油大抹，蒸碗大屉大蒸，逐层开屉，巧手倒碗摆盘，方可食用。开封的灌汤包啊！哎呀，爆汁啊！不要吃上一口，唇齿留香。回香。吃上两碗，身体摇摇欲坠。真玩我了，能把你吃没了吗？啊，过来。